让民众走向户外亲近大自然，是认识自然生态的方式之一。因此新北市政府农业局特别举办了2014新北市自然生态保育系列讲座。农业局林务科长黄嘉文说，那我们希望民众他们都可以踊跃来参加我们这些自然生态保育，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，透过这些课程的活动，能够对于我们自然生态的一些内容能够更重视，那也更能够更关心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。这次活动有不少家长带小孩子参加，希望他们实际了解自然生态，也可以印证书上的知识，可以接触到真实的食物，不会说只是看着纸上一样，教育意义很高啊。这样子小孩比较认识大自然的东西，不要老是坐在家里，或是做一些什么看三次电脑的东西这样子。